大家好，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八百飞狼套了壳首次试飞，可以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和这个飞机的对比啊。然后这个机架现在是把线理了一下，电池是临时放在这儿，还都没有固定住，所以说看这个电池仓有点凌乱，上盖也没有装上。哇，整个这刚刚已经飞完了，这整个舱内的温度很高，航灯也都装上了，驾驶舱的灯，座位还没有装上。然后顶盖也没有装上，行。来，现在是 GPS 飞。Y 八字解锁成功，加速。好，速度加起来了。起了架，定点前进状态，放起了架。现在有风，定点进的还不错。现在已经八点多了，天都黑了，这个灯航灯效果看着很好。八百级飞狼，头罩还没装上呢。八百飞狼，哇！
人退后。加速。准备起飞。哇。哇。不用收起落架了，不用收。看看看看看看地上的草，我操，我去，这风浪吹的，我不说不用收吗？套壳首飞，哇操，好，放酒楼架，我拍几张照片。行，视频我暂停了，我就要拍照片了。好，放酒楼架，降落。Nice. Okay.